运用新时代主机强大效能，打造出广大开放世界的真三国无双八终于发售。不论是战场、城市、荒野等场景，全都无接缝的任由玩家漫游其中。游戏的故事模式采用章节制，每个章节都有独立的开放世界地图，拥有不同的任务和游玩角色，而且还会因为游玩势力和角色的不同而有剧情上的变化。每章故事都有一个最终目标需要达成，如果直冲目标的话，很容易因为等级差异过高而失败，因此可以循序渐进的来解主线以及支线任务，提升自己等级并且降低敌人等级，这样就能够顺利过关啦。除了战斗之外，玩家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搜集素材来制作道具，像是利用弓箭狩猎，或是拿钓竿悠闲的钓鱼来获得不同的素材。另外，地图中也有许多景深地等着玩家去探索游览，在战事之余当个游山玩水的闲人雅士，还可以得到特殊的奖励呢。真三八除了开放世界外的另外一大革新就是战斗系统啦，舍弃以往的普通与蓄力攻击，改采异态连击系统，玩家可以随时使出腾空、昏厥或是跌倒攻击，并且马上延续攻势使出怒涛般的连击。如果拿的是自己的擅长武器，还可以使用特殊技来施展出更强大的攻击。至于无双乱舞，则是融合了以往几代的方式，按住乱舞键就可以持续乱舞到亮表耗尽，最后再秀出特写，以强劲招式终结。新生的开放世界一骑当千，玩家们准备好要化身为三国名将，驰骋在广大的中国大陆了吗？